预测有80%以上的机会是女人当选。到快12点的时候，《纽约时报》的预测改成94%、95%的可能性。幽默开场，关注美选。外交官出身的胡志强在两岸交流重要平台金台科技论坛上分析未来的台美关系。台湾的对外处境希望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美国本身我想会把注意力放在内政上多，就是投资、经济发展还有就业。川普入主白宫，美中台关系虽然平添不可预测性，但胡志强认为两岸交流必须持续，才能将可能的冲击减到最低。谈生意非科技末，所以16年以前，两岸的科技业同仁和领袖就能够以这个为焦点加强相互合作，我觉得很有远见。在台湾举办呢，确实这个来之不易，也格外珍贵。19年来难忘的历程，也促进了两岸大交流。已经连续18年举行的金台科技论坛，强调共享新机遇、合作未来，希望能加深两岸交流，让台湾和大陆获得双赢。记者杨世旭、李义璇台北报道。